everyone. I'm Gregory. Today, I want to tell you a story about the Bab who declared his mission as the promised one of all mankind on May 23rd, 1844.我们的故事从一个叫穆拉和塞因的年轻人开始，他一直以来在寻找应许者。穆拉和塞因就像一只渴望被上帝的知识点燃的蜡烛，在祈祷并斋戒了40天后，他希望能够找到那位应许者。他和他的同伴最终来到了波斯帝国的舍拉子。1844年5月22号。 日落前几个小时，穆拉和塞因来到了舍拉子的城门外。他的目光突然落在一个容光焕发的青年身上。这位青年戴着绿色的头巾，微笑问候欢迎穆拉和塞因。他拥抱了穆拉和塞因，仿佛两人已经是一生的朋友。他热情地邀请穆拉和塞因去他家休息。 理解漫长旅行的艰辛，穆拉和塞因跟着他。不久，便被这位陌生青年走路的模样、声音的魅力和文雅出众的威仪完全吸引住了。他们很快来到了一座简朴的院落门前。青年示意穆拉和塞因跨过门槛，并以 庄严的口气说道：“请进，以和平与安全之名。”他们俩走上楼梯，来到二楼的房间。在这个房间里，穆拉和塞因和他的主人彻夜长谈。青年问穆拉和塞因到访的目的，穆拉和塞因回答：“他正在寻找应许者。”青年问他， 你的老师有没有教给你如何识别这位应许者？他有什么显著的特征？穆拉和塞因回答说：“应许者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代，他20多岁，天资卓越。”青年停顿了一会儿，然后用洪亮的嗓音宣布道：“看，所有这些特征都正表示在我身上。” 穆拉和塞因被这青年优美的嗓音以及他吐露话语的力量深深吸引，他被带到这扇门。这个青年选择巴伯为他的称号，以表示他是上帝之门，是通向另一个应许者的大门，而穆拉和塞因便成为门之门。幸福、喜悦、 敬畏和惊奇激荡着穆拉和塞因灵魂深处。日出时，穆拉和塞因离开了巴伯的家，与他的同伴会合。巴伯告诫他不要告诉任何人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。一共会有18个人必须自己找到巴伯。不久，剩下的17个灵魂分别找到了巴伯。 醒来吧，世界人民，你们翘首以盼的应许者已经降临。